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军宏师父。嗯。我想问一下我妈妈，1947年的猪。我妈妈念经有3年多了，但是她到现在还是很怕冷，然后腿特别是很冷，现在都穿了3条裤子才行，不知道应该念多少。几年属什么的？1947年的猪。看身体是吧？是的。啊，你妈妈首先骨头关节缺钙。哦。所以他的腿啊一直站不住，起不来。老妈妈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对。你妈妈家族性有人心脏不好，所以他的脚一直是凉的。啊，对，现在就是想说他的脚怕冷。现在穿几条裤子里边冷出来的，不知道怎么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的脚是从里面冷出来，特别是那个右脚，右脚，他的右脚最冷，左脚好一点。是是是是，很冷的。那老妈妈，我告诉你，首先你的血到不了脚，所以要泡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第二，老妈妈，你要经常念大悲咒，每天要念大悲咒49遍，会不会念呢？会，每天念49遍，要吃全素。哦，吃了没有啊？吃了一半。现在开始吃。现在吃半，15天，现在吃15天，知道知道。现在要开始。要吃全素了。啊，好好。好吗？好。你吃全素，我现在马上让你右脚热起来。你要是不答应我吃全素，我现在不给你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你吃全素吗？吃。许愿吗？许愿。许愿。好。嗯。啊，老妈妈，你现在的这个右脚是凉的啊，那你现在把眼睛闭起来啊，眼睛闭起来啊。好，老妈妈，右脚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热了？是啊。看见了吗？相信不相信会好啊？相信。要念经吗？要吃全素吗？要。要。啊，我告诉你，刚才已经帮你治了，啊，你现在这个腿啊不会凉了，很好啊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老妈妈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有一个毛病，你的小便很不好，尿频尿急，小便多。是。两个手念大悲咒，念完之后搓，然后自己搓后腰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好的搓，老妈妈，你活得很长的，你记住了。你会长命百岁的。谢谢，感恩感恩。你这个 我的妈妈现在都103了。看见了吗？妈妈103岁。还会自己还煮饭，自己。自己还煮饭，我告诉你老妈妈，你呀、啊、好好的修心啊！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长命百岁，就是你也能活到100岁。谢谢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老妈妈，你要记住啊！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，你就是不记人家的仇，人家怎么对你不好什么，你笑笑一会儿就忘记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大家记住，想活得长，不要把别人的缺点放在自己心中，放在心中太多别人的缺点，你的心就会变了爆炸。
不会不好，所以你就活不长。老妈妈你记住了，好好念经学佛，活得长是让你在人间多做功德，不是让你苟延残喘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他就是晚年会有点血压高，你要让他当心。好。血压有点高。好的，师父，想问一下，我妈妈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，还有放生多少？还有，她说她睡眠也不好。睡眠，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。哦，她现在都有念的，念了那个晚上，念了之后就没问题了，好吗？老妈妈，你主要肾脏不好，台长教你一个方法。每天要吃7-8颗杞菊地黄丸，杞菊地黄丸，我告诉你，补你的脾，补你的肾，补你的腰，补你的眼睛，非常好。你的头发都会慢慢的黑。我告诉你，你没念经之前你头发白的，你现在念了经，头发都黑起来了。你问你女儿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对呀，脸色也很好看，我妈妈现在。感恩师父。好啦，老妈妈听得懂吗？还有我妈妈的功课应该怎么调整啊？大悲咒、心经、礼佛，礼佛至少念3遍，大悲咒至少27遍、49遍。好。然后心经念21遍。21遍是吧？还要念姐姐咒。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嗯。感恩师父。另外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爸爸亡人李洪超，洪水的洪。超人的超。什么时候死的？2001年。哦，他前世啊，他就是说不是这一世啊，他前世啊有出过家啊。是吗？所以他这一世啊，他应该是比较顺利的。是的，但是他最后不好，那是因为年轻的时候，明白了吗？哦。他已经在欲界天了。感恩师父。那但是前两天我妈前两上个月我妈妈还梦见他，我们送了好多少小房子给他。对呀，梦见他并不是件坏事啊，我就讲一点给你听，好不啦？哦。你爸爸鼻子有点圆的，不是尖的那种。是的。啊，好啦。然后他现在还要两根眼袋，这里有两个眼袋。对，是的，谢谢师父。然后我想问一下，现在还要不要给他念小房子？给他念，继续念。多少张？小房子，你再给他念84张。好的。他说不定还能上去。你爸爸人非常好，是的，手脚勤快。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快。要记住，人死。这个一个是上辈子的根基缘分，还有可能是今世，所以有时候走掉了，他如果很好，那么在天上也不是件坏事，因为人道是三善道的最下面一道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我爸爸是走得很快，很安详，一下子就走，一点痛苦都没有。对啦，对啦，你爸爸很好。感恩。你爸爸就是在走的之前脚不好。嗯，是的。鼓掌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我的佛台怎么样？你的佛台？对。佛台。佛台，你烧小房子好像就在佛台前面烧的嘛？是的。啊。可以吗？你要把它弄弄好啊！烧完小房子要把这个东西放在边上一点，不要放在这个桌子底下。哦，我都有包好，但是。可能没有放好。没放好啊。好的。好吗？好。佛台还可以啊。嗯。也是靠窗户的。靠门那边是刚刚好门。对对对，嗯，看见有一个东西开的嘛。对对对。可以吗？那里。可以是可以。看。贴个山水画吧。在哪里贴？贴门后面啊。我们上面已经贴了一个蓝色的山水画。嗯。那门开门的后面再贴一张。好的。就门开过来那个墙上面。好的好的。好吧。知道。好。你家里这个佛台位置倒还是蛮好的。是的。谢谢。你自己要水果要多换换。我看到几个苹果好像都有点瘪掉了。没有，我这几天出来了没换。家里没有人换，这几天出来。
好的，好知道师父。好了。感恩师父、嗯、好啊，我还想问一下，我家里面的药精者为什么会好，那么一直都有声音，家里的房子。晚上。对，晚上。白天没有，晚上。白天没有。晚上要到十一点钟左右，他就来了。是的。啊。我烧了很多小房子。他就不走。现在还需要多少？他在你们家正门进去的右手上面。是的，房间里面。叮咚叮咚响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嗯，我一直以为是楼上在响，但是没有，不可能这么晚，白天又没有声音，就只有晚上有。那是什么、啊，师傅？看看是什么、啊。我是个动物。对不起。这个动物。啊？嗯。还要送多少张小？嗯。哦，是个小女孩哦。啊？嗯，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哦。为什么会有小？那我应该送小多少张小房子给她？四十九张。四十九张是吧、嗯？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啊、嗯，你想不想看她？看她晚上可以叫她来看。啊、不想。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嗯。